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杰克斯。最近呢，我应该是真的会开始忙起来，所以影片可能会都是短短的影片，对，就是可能大概三分钟以内的影片啊。哎，咪咪，哎，谢谢。那今天这个主题就是因为我看到之前有人留言说，问我能不能喝可乐加豆浆。我觉得是可以试试看啦，对啊，因为没有试过口味嘛。可是比起可乐呢，我更喜欢喝沙士。我觉得如果单纯只是沙士配豆浆，好像真的有点太短了，所以我特别就买了爽健美茶、蜂蜜果菜汁，不重要，牛奶、豆浆在这里。多多乳酸饮料，没错，就是沙士。如果配上这五种饮料，到底喝起来味道会怎么样呢？好，马上来试验看看。吓到猫了。加豆浆的，第二杯配牛奶，配多多，多多的味道比较重，沙士的味道几乎被盖过去了，所以喝起来还是多多。薄米果菜汁，耶耶。绿茶，你耶。还是沙士好喝啊！我不知道为什么外国人都不喜欢喝沙士，他们都觉得像是牙膏的味道。